上课喽！掌声欢迎阿飞。哦，没声音，好，大家好，啊，大家晚安，哎，幸福吗？可以，好，今天很开心能够再次来到铁花村，然后今天就我一个人演出，我觉得还蛮棒的，就是可以穿拖鞋，然后就可以表演，对。这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事，因为每次啊，只要在大舞台，一定要穿得很正式，这样哇，很无聊，很无聊。然后我是大家还不跟我不熟，好，我是第十六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流行音乐新人奖，谢谢。对，那当然，这个只是一个我过去的成绩。然后我觉得就是玩音乐就是开心就好。然后在去年也入围最佳原住民流行音乐，对，所以我对原住民流行音乐这一块算是贡献良多。对，就是在金曲奖这一块，那我觉得比较讶异的一点是我在金马奖，对，第48届金马奖入围最佳电影原创音乐，对，这是入围，但是没得奖，哎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，不要因为得奖，对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很骄傲，哎，骄傲嘞，嗯，对。好，我们就开始了哈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就玩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因为我早期都是跟流行音乐有关系，所以我就会很流行音乐。You are
谢谢。